我说这心里话就是什么呀，沉淀自己，自己有自己的种子运作好了啊，不能老看人家，就看自己。你喜欢这套鸽子，你就研究自己的鸽子，说张毅从别人引进一只鸽子，掺一只鸽子无所谓，不必要大面积就追人家鸽子，今儿追这边追这个，就沉淀自己啊，沉淀自己。现在谁棚里头没有几只好鸽子？哎，就琢磨自己的鸽子，把精力用在用自己身上的这个鸽子。哎，别等于我这个攒俩钱儿，然后引进他的去，买他的去。他也不是年年在飞呀，是不是？他也不是年年在飞。这个知道反思自己，哎，总是把眼光，没有注视到自己的身上，对，注视自己的，而在注视到外面，对，网上看，上别人那瞧去，老是人家好，到家一看，不满足了，是不是啊？到家不满足了，哟，还不是我自己的呢？那你花那钱干嘛使啊？没事，你趁自己用我这鸽子。我缺什么你要想玩，引进一只半只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可是你就还得回着自己的，还是回自己的。就是引进过来的鸽子它再好都要跟自己的鸽子去搭，对啊， 你跟我自己的不搭，不可能，因为我高价引进之你进来之后把我自己家的这地位就占了，对，就以你为主了，对，你就必须以你自己为主，是不是？运自己为主，你老玩用人家好，引进一个505的，没人引进506的，没有用，把你自己的鸽子一定要放好。即使是赢了，引进到身体强点的这个姿态好能力好，或者引进到某个发挥好的这个价格特别好，再贵来到棚里，他也是要给我自己的鸽子去搭的，对，去做嫁衣，对，而不是说你来了就期待我的了，我把我的主力就扔。那不成，你要没他刚刚说吗？你要一定拿你自己的主穴，对，说主穴说哟，你为什么引进人呢？你瞧人家比你这好，你才引进的。你引进以后还得以你为主穴啊，你要以人家为主穴，以你为副穴，那你就出圈了。什么出圈了？你要玩人家那穴行，你永久你没有你自己的体系啊。是不是啊？又不说我家这只克拉克的比较好，我再引进一个必须比我这鸽子好的，我才能引进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引进好的？我为提升我自己，你才引进人家那好的。提升你自己，可是你有你的主穴呀，你得以你的主穴呀。什么叫你主穴呀？说你那雄的好，双向遗传，你挑雌雄往下就，你要这雌。哎，那我就选他的儿子，我不选他女儿作为继父主。哎，你就往你那个自己的主角里看，这挺奥妙的，刘总挺奥妙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说眼睛像跟那冠军一样你就非冠军了，不是那回事儿。哎，那就说你看我这个跟那个这505一样，那人家那是真金小鸟，你这不是真金小鸟，啊，是不是？说到这儿了，真是还得近段时间我直播啊，给人拍摄的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大伙都在搞坑点、坑点母、坑点公，都在搞坑点车的。人家这网上说喷点好，你就追人家，人家网上说绿的，你追绿的；网上说白的，你追白的。永久你玩不出来，甭追，智商东西甭追。你就把想法的把你自己的鸽子你能赚了就成了，那还你还得围着自己赚，真的玩鸽子你就甭理，就玩你自己甭理的赚。这是种根眼睛，这是种根眼睛啊，又能放出来又能做种啊，这种才行啊，出多少奖了就我这只鸽子啊，这是个熊啊，这我就自己飞的呀，你看看。不在行，你从哪看的这个眼睛？这个面纱，说这面纱为什么说叫透底？
你看就是电视面上，你看看立体感强，你看连底下，你看底下，你看这，你看这椅子，各眼的，你看。你看这颜值挂的都挂在哪儿了、嗯、为什么咱们自己的鸽子一下就抢上了，多少人都排过来、哦、什么叫鸽王啊，你看这个预赛十二名，决赛三名，你看看 这是鸽王冠军，你要预赛三百零点，你觉得冠军他也不是什么，这就战战快啊，对对对、嗯、是不是，你买这个这冠军轮，这歌王你是不是，你看你我这是一四年出的孩子，这一三零哥一四年不是直接配吗，这是他的孩子啊，他这是已经决赛311，我们也类似，是不是，你看嗯